身，很有条件。你单身吗？单身。来啊，我帮你找一找。你是喜欢运动的人吗？你是健身教练吗？不是，我当运动员。那你做什么职业？直播主。你是谁啊？我怎么没有看过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香玲。那你多高？164。喜欢什么类型的？看得顺眼就好。天哪，你练得很好哎！来，大家看一下，他这个要练得很好。这个一定有在做深蹲、硬举都有在做，而且你看他的腰是很 OK 的，都说不错。这叫做有肉又有力气，健康肤色。哦，还有一个刺青。对。很棒，很棒。未来有什么梦想？梦想哦。对呀。早跟人嫁了吗？哦，想要嫁了。你有在做有氧吗？你有在做？我刚刚上完有氧全讲。健呀健，健健，来走 ，one two， 来走，来走，健健 ，one two， 好，有来有在打了，我的手都红起来了。几岁？19。19，快打哦，长大了。比去年还要大，我真的没有认出你，黑眼圈也有一点。要素颜。终于找到我失散多年的亲家了。好，我跟你家蛋，你去咖啡店，我赶快帮你找一个。好，欢迎你好，你单身吗？对 ，Yes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三井寿。你喜欢打篮球对不对？我看你穿篮球。他喜欢做重训，然后吃养生的，跑步。真的太健康了吧？我买一个那个鸡胸肉给他。你喜欢运动吗？打球，篮球还有什么？打拳击吗？以前打。大家，我们买了一个这个，我们买了是一个这个要给香里。好了，我们去跟他见面吧。你是什么媒体？接星。接星是什么？你星空舞啊？哦，就是潮流的，潮流的哦。休闲娱乐是运动还有什么？打电动。什么电动？什么电动？你有没有玩只狼？知道破六次，很宅，干嘛破六次？要拿全奖杯。哦，好，来了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。现在在我右手边是我们的香玲，164公分，那目前是直播主。未来梦想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家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在我左手边呢是我们的 Alex， 191公分，那目前是在做媒体业。那我现在数到三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1、2、3 ，Go。先握手，先握手。对，啊对，对啊，因为听说你最近吃比较健康，给你一个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看这个很好玩，我一直以为是他自己的球队，结果这是 New York University 31号。对啊，他在那边学行销，然后现在在做网络的媒体的。对啊，他是在做直播，你可以看。对，你好。对啊，说。不会，还好啦，你要有自信啦，好不好？素颜就这样了，对啊，化妆不得了，很漂亮哎，很漂亮哎，对啊，你可以陪他去运动，他也很喜欢运动啊，他也很喜欢运动。在哪一间直播？刺青。你看他有刺青，你也有吗？哇，你的猫咪，对，是吗？这是盾啊，这是哇，很多哦，很多哎，哇。不错，这时候也有，有，蛮好看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什么是真相？对，然后要真相还是要就是美的东西？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你要骗，你要听老实话还是你要听谎话的意思？是不是？差不多。好啊，你可以吃这个哦。你最近在练？他最近有在打拳，他之前也打拳。是搏击还是泰拳？没有，我就打单拳。单拳。Boxing， 我也打。对啊，我已经很久了，就是超久以前了，还动得了的时候，还动得了，借，很好，很好，还动得了，为什么是我借？嘿，借，还好一次吗？好，很好，好，来壁咚，啊，加换来，你要主持家庭吗？他就想要有家庭，尽量努力，尽量的，加油，好，来壁咚一下，来。靠墙，看眼睛。第一次见面，对，这样不太好。对，可以。他有点幽默，嗨，幽默，又发现，我喜欢这种有幽默的，比较轻松。我比较单身一年呢，啊，你比较传统一点。没有了。好，来看眼睛，预备，3、2，真诚，一个。要真诚吗？10、9，还要到10。8、7、6。要一直看他吗？5，要看眼睛啊。5。很美啦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很好，什么感觉？开心吗？很开心。有漂亮吗？感觉好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。
好久没有心跳的感觉。真的啊，有心跳加速。哇，心跳跳超快的。好，我最后有给一个分数哦，一到十分。好，几分吗？看你，一到十分。我给九分。哦，很高哎，为什么我会给九分呢？太幽默。喜欢幽默的，我觉得很幽默，我觉得很超，我觉得好笑。快被他笑死了。嗯，感觉还不错。嗯，大方。嗯，对，那一到十分你会给几分？一定十分哦。真的吗？为什么会给十分？讲三点。健身嘛，生活就比较单纯。对对，长得不差，可是没有什么傲娇的气质。哇，很会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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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他给你几分吗？他给我几分？他给你十分。因为他说你长得很漂亮，可是你没有傲娇的气息，所以他是他觉得最重要的。对啊，说你很漂亮，可是你人很 nice， 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对对啊对啊对啊，好啊，很好很好，他喜欢幽默的啊，刚好你很幽默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说话笑点吗？我觉得很好玩啊。好啊，我最后有一个很简单的互动哦，一到十的数字选一个。七。七是公主抱十秒，你选一个。三吗？三是拥抱十秒。好，女生选呢？好啊，拥抱，拥抱好。你就说我好冷哦，然后你就说没关系，我抱你，这样好不好？拥抱，我可以帮你买外套。没有，没有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友情互动 ，Go。我好冷。可以抱。帮忙拍张照哦。三、二、